都给我出去，四门设卡，挨户搜查，抓不到人谁也别想回来交差。是。抓谁呀、啊、这么兴师动众的啊。刘大人，您这是明知故问吧？胡大人，你凭什么说我明知故问呢？哎，你，我问你胡大人，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傅长柱往死里打呀？嗯，问官打人犯天经地义。问官打人犯通常是索取口供，傅长柱的口供记录在案，你还动大刑，分明就是想杀人灭口。你胡说你。傅长柱人活着呢，这就是证据。难不成你是劫狱的主使？胡大人，那个刘毅是本官的一个小厮，我不开口，他敢吗？按大明律，破奸劫狱，无论何故，一律凌迟处死。哎，这条你说对了，胡大人，本官今天就是来入狱的。胡大人，胡钦差，刘伯温，听候发落。好，按大明律，入罪即褫革官身。哎，胡大人，您错了，应该是定罪褫革官身。虽是一字之差，可谬误千里啊！身为钦差，可不该有这么个失误，莫不然还对刘伯温另有企图？强词夺理，污蔑本官。那倒不是，大明律啊，是本官亲自参与修订。就你刚才说的那条，跟诸位大学士反复推敲过好几遍呢，所以我记忆深刻。哎，刘伯温，现在是我审你呢，还是你审我呀？有虎大人，难不成还要对刘伯温动那五毒七伤之刑？我可告诉你，虎大人，皇上有令，这条刑法只能是金吾卫在审钦定的谋反案才能用。就你这衙门不能使。我问你胡大人，你昨天晚上对傅长柱动那么大的刑，你是不是得了皇上的亲授啊？你说你是不是啊？行了，本官拒打愿招，赶紧赶紧啊，录写口供啊，赶紧。说得有理，此案重大，本官亲录，然后速呈皇上。讲，你就写，查，犯官刘伯温。哎，对了，你这空一格啊，这也用你教本官？你看这是为你好啊，胡大人，你这状子是要给皇上看的，错一点儿，欺君之罪。肃静，你接着说。不是你空了没有啊？你空出来了。肃静！谁敢扰乱公堂，乱棍打出去。刘伯温，你戏弄钦差，其罪大不敬，这条也得记录在案。胡大人，一撞二世，你得另起一行，你又给写一块儿去了你。刘伯温，你作为纲纪总宪，目无国法，纵仆劫狱，游戏公堂，蔑视钦差，你罪不容赦啊！你，本官我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刘伯温，你倒当着皇上的圣旨吧你！哼，吴大人。你还没摘了本官的官帽呢！哼！来吧，各位，辛苦一下，走个过场。来，小的们不敢。不走过场，你们也不好交代。来吧，来吧。多谢大人关照，小的们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可不能昧了良心。自当是为了救我的命啊！来吧。那小的得罪了。刘伯温，衙前投案，自请处置。
我这是官意，不接待平民百姓。你可认得这个？哟，上差有何吩咐？小爷打尖，好酒好肉，马上就办。再备快马，饭后上路。啊，是。今天还走啊？就。多谢关照。兄弟告辞，上差慢走。正所谓官身不由己啊。驾。吁，好酒好肉，换马再行。哎，这位军爷，你可认得这个？认得认得。钦差胡惟庸大人的600里加急，有要事禀报皇上，耽误了你吃罪不起。今儿怎么了这是？嘿，哎呀，有劳老伯了。老伯呀，下次送饭呢，千万别这么铺张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，你说这不是浪费，多可惜呀！啊，这些酒饭呢，可不光是我老韩一个人操办的啊。啊，我们这几家除了与这事有关的农户，还有众多乡亲的馈送，都敬重刘大人您高风亮节。老韩送的每顿都是百家饭啊。老伯，一定替我谢谢诸位啊。是非曲直大家心里有数。嗯，老伯，我那位兄弟现在如何呀？大人放心，已经见好了，只是常常喊着要来投案换出大人，再就是要见那个刘毅。回去一定告诉他，千万不可妄动，你就跟他说，说我一切自有安排啊。哎，吁，我来找宋大人，刘伯温刘大人饶氏呈报。皇上，这事儿好像有点闹大了，皇上的意思是？再等等，朕估摸着这李善长快来了。臣李善长求见皇上。哎，把折子收起来。哦，臣恭请圣安。什么事儿啊？臣刚接到胡惟庸举报，那刘伯温目无国法纲纪，劫狱放亲，咆哮公堂。是吗？啊，据朕所知，这刘伯温一向是老成持重，这次怎么一反常态，撒起野来了？啊，是这样，臣以为……你接着说，广阳又不是外人。李大人密奏，臣告退。你留下。哎，你说不说？朕还有事儿呢。臣以为刘伯温为人专横跋扈，其实早已尽人皆知，只不过平时惧于皇室的威严，时时抑制而已啊。你有什么凭据吗？刘伯温恃才傲物，尽人皆知，自以开国元勋自诩，又把哪个放在眼里啊？他当的那个官管的那些个事儿，就不应该和朝里的重臣们拉拉扯扯的，否则朕还信不过他呢。自从他执掌御史台以来，借以打击豪强为名。你少扯这些没用的，先跟朕说说他犯了什么王法。胡惟庸奉旨查办官马一案，因为牵扯到刘伯温的亲戚，他就处处作对，竟然纵仆劫狱。嗯，就这一项罪名就够他死两次的了。还有呢，据胡惟庸说，刘伯温还大闹公堂，欺辱钦差。要说起这嬉笑怒骂呀，胡惟庸还真不是他刘伯温的对手，当时的情形啊，一定很狼狈。臣以为胡惟庸身为钦差，受命于皇上，刘伯温不敬钦差，那就是不敬皇上啊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。哎，那你跟朕说说，
朕应该如何处置他？呼啊！皇上，他这是大不敬之罪呀！朕在问你，该如何处置刘伯温？当然，也不能光听胡惟庸的一面之词，也还要等等等等刘伯温刘大人的说法，是吧？只可惜这路途太遥远呐，皇上。真是巧啊！就在你来之前，那刘伯温的折子也到了，是由宋濂转呈上来的。广牙，在，给李丞相看看。是。李大人，请。李善长肯定在皇上面前告我的黑状，对他来说，这可是报复我的天赐良机啊。不过，他表现得越激烈，皇上越会反应冷淡。皇上不可能轻易打破我们之间的平衡，让他李善长一家独大。况且，我已经让宋濂抢先递了个折子上去，占了先机。哎，虽然这事儿的结果会是有惊无险，可我还是讨厌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，太被动。刘大人，狱中安好？下官特来问候。大人，有件事我忘了。您家中是否藏有皇上赐的铁卷丹书啊？我记得徐达徐大将军有，李善长李丞相也有，好像您没有吧？哎，这次我真是为大人担心呐。我都不担心，你跟着瞎担什么心呢？嘿，这不是拜您教诲吗？本官这几日正在研读《大明律》，你看，贪墨、劫狱、渎职、枉法，这数罪并罚，死字怕是逃不掉了。胡大人，生死有命，你盼着我死啊？我未必死得了。哎，不是我想盼着你死，这律法条条都摆在那儿呢。律法条条之上，还有天理昭昭。好一个天理昭昭！既然天理昭昭，为什么刘大人坐在里面，而下官却在外面呢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这事儿说出来你也不懂。我却懂得，除非迫不得已。没人愿意自己作奸。刘大人，您这是又想戏弄本官？胡大人，刘某今日无事，心情又好。嗯，我给你算一卦，你看怎么样？哟，刘大人，您都这步田地了，还有这心情？你看，行，都说您神机妙算，那您帮我算算，是不是你死了以后，因为我办案有功，要连升三级呀？胡大人，我死不死单说，但从面相上看，您这人还真是一脸官相。哼，日后飞黄腾达，能做到丞相也未可知。再说一遍，做到丞相也未可知啊。往下说，哎，把手伸给我。左手，别老吃那梨。胡大人，可有一样您记住了，您这人啊，不得好死。而且像您这样株连九族，全家都得死绝了的，还真不多。这点您记好。你大胆刘伯温，你敢咒我？你这混蛋！来人呐，打！动手啊！胡大人，圣旨到了没有？圣旨没到，你敢打我？我告你犯上作乱。你别急，圣旨这三两日便到，你的死法多了去了。
斩监后，斩立决，赐药，白绫，砍头，凌迟，要你怎么死你就得怎么死。哼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你的人头。你就等着吧，你胡大人，记着我的话啊。